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由我们交通部观光局哦妈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主办的。我们现在是不是先给主办单位一个掌声？哇，感谢他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在这么浪漫的地方呢，好让大家呢，因为这一次也是蓝眼泪什么赏蓝眼泪的最后了，对不对？哦，即将这个赏蓝眼泪的活动也在这边告一段落，所以我们今天的音乐盛典刚好跟我们赏蓝之旅呢是要画下一个完美的休止。现在精彩的演唱。各位麻祖朋友大家好，我是建轩呀、yeah. 老师麻烦音乐，谢谢。先唱一首